彰化县政府20日上午在王宫福海宫，由副县长周志忠宝贝请示妈祖，择定7月2日、3日，农历5月28日、29日举办2016王宫渔火节活动，欢迎全国民众到时共享盛举。今年的国历7月2号、3号是礼拜六跟礼拜天。主要这个活动呢，第一个呢，我们主要是有一个祈福的一个嘉年华，还有我们的一个海洋的音乐会，还有地方的美食的一个飨宴，我们非常欢迎，竭诚欢迎啊！全国呢，还有我们台湾的民众呢，我们拨空来的全家呢，来到王宫呢，来欣赏这个渔火节。彰化王宫渔火节闻名全国，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热情参与，为地方注入热闹气氛，为彰化县整体城市增添观光魅力。公益频道林俊明、方苑采访报道。